牙痛的常见症状为牙齿痛、遇冷疼痛减轻、伴有口臭、大便干燥或齿痛难忍、牙龈脸颊肿起、有形寒湿热症状和齿冠走损害或牙齿有动。齿为骨之余，固养肾可起到固齿、缓解疼痛和养护牙齿作用。我们推荐一个缓解牙痛的食疗方案：枸杞、白子仁、西米、小米、刀豆、紫米、饭豆、黑芝麻、紫苏、红小豆、黑小豆、梅豆、瓜蒌子、桂圆、核桃、榛子、开心果、桑葚、大枣、乌梅各五克，熬粥服用，可根据个人食量按比例增减。想了解更多的养生知识，敬请关注九玄小针略。